直播吧。7月29日讯，据 CCTV 5官博消息，林良宁与阿尔梅里亚系续签了一年的合同，下赛季他将继续留在球队效力。林良宁现年21岁，司职前锋，去年夏天从皇马 B 队租借至阿尔梅里亚。上赛季林良宁在阿尔梅里亚 B 队表现优异，出场37次攻入8球，并有9次助攻，帮助球队在西丙联赛中升级。下赛季将新战西乙 B 第三级别联赛。今夏林良宁与阿尔梅里亚的租借合同到期，不过根据最新消息，林良宁将会继续留在阿尔梅里亚，期待林良宁在阿尔梅里亚 B 队书写崭新的故事，也期待他在一线队获得更多的出场机会。